样的一个因缘呢，他就答应了前来。可是他来了以后，他其实就是我们画面上他是笑开怀的，因为他们说要让他笑是很不容易。可是他那一天来笑很多，但是也泛眼泪。他来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他本来以为就是一场分享，他感觉到高雄家人的一个热情，满满的一个感动。尤其当他呢上台前呢，我就已经对他的一个，他说前半生啊，他是这样讲，他说对他的前半生的部分呢，其实做了一些的介绍，让他觉得我们的团队其实是非常让他感动的哈。那我也非常感恩他这么忙的一个状况之下，愿意来到我们的主场，然后带给我们满满的一个正能量。我也马上给他这样的一个回馈。那因为我要去了解他，所以我需要深入，所以呢，因为这样我深植并且深刻这位人品的典范。再次，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哈，如果你是臣父的话，不是，就是你志工早会每次听陈父的一个分享，你有没有觉得满满满的一个感动？他真的是一个人品典范。从最早的时候，有四年期间在大林慈院是一人一颗守护到现在。可是每次我们到志工早会的时候，他每周都给我们一个满满的一个感动的。我每次听他讲，说真的，他并不是一个说真的很能说的一个人，但是他一说就会让我们满满的感动，然后一直想听进去他怎么样去帮助。那其实现在是一个示意画面，这个个案其实是我们的美编，也就是高兆良他们家的师姐谢淑雅，也就是呢阿良的归白人生。所以你看看会扩散，然后麻的深度是越来越深跟严重。接受检查后，发现他有一颗近三公分的脑膜瘤。啊，其实这种脑膜瘤很多都是没有症状。啊，它刚好特别的位置，刚好临近在我们颜面，刚好是在颜面的运动区的位置啊。啊，所以它一旦那个发作，它的脸就会抽搐啊。医师评估后，为他好，所以呢，透过这样一个手术哈，然后真的是大医王妙手回春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舒雅还是可以。他真的很感恩所有医疗团队的一个照顾，让我能够重拾我的生命，真的很感恩，真的开心迈开步伐找回健康。好，所以我们感恩臣父的同时，也非常开心看到我们阿良他们家的师姐哈如此的用心。阿良骨位也在这边的非常介绍给大家，真的是一个好物哈。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林慈院，在这一个防护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照护哈，所以是一个精实的一个医疗，每一个点哦都是非常非常的注意，所以呢非常感恩，就是大林慈院呢可以在院长还有陈副这样作为哈，可以让病人照顾上更加的容易，然后降低人员感染的机会。我们其实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精实管理。那很多人去找他，有时候真的，当我们牙齿痛的时候会去找谁？找牙医，对不对？但是如果牙医这个部分呢，连拔了三颗牙都还找不到症状，这不是继续就不能再继续拔第四颗了。所以呢，这是在这样的因缘下才发现说，原来不是牙齿的问题耶，原来是肋上皮囊肿，所以压迫到三叉神经。我们来看看，长的位置是在我们的第四脑室，但因为这种瘤它会钻着沿着那个神经孔钻，所以它钻到那个第五条的那个三叉神经的位置，然后到第七条神经的位置，所以这种症状会造成就是牙齿痛，然后脸麻，有时会流口水啊，头痛头晕啊，因为它有压迫到小脑。这种疾病只占脑瘤患者。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把这些影音传到我们读书会的一个群组哦。现在我们真的迫不及待了，要到大林遇见我们的大医王，让我们一起说：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有正能量。陈父你好，哇，帅帅登场，再次掌声，谢谢。好，你要开麦克风哦。好，陈父请开
贤雅要帮陈父那边的声音要 OK 吗？大家听到了吗？听到了，100分。好，感恩哦，感恩美恩师姐非常详细的收集资料哈，也帮我介绍的很清楚了哈。那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早上好。好。非常高兴哈，今天有这个机会哈，可以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哈。那本来刚好是正言法师哈，刚好到我们大林慈院来，大家事实上都非常的幸福啦。那当然我们也把握时间，因缘不空过，那就把握时间啊，因为现在科技相当的发达，可以利用云端上跟大家做个分享哦。那今天我要分享的，我是大林慈济医院，那我的专长就是做神经外科哈。那我的名字叫陈金成，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神经外科哈常常可以见到的一些个案。那我记得上次我主要都是讲相关脊椎手术的部分，那这一次我们就全部都用开脑的来做跟大家做分享哈。那我们首先就开始第一个个案哈。那第一个个案它是一个脑肿瘤哈，那脑肿瘤其实很多了哈。那这个病人有什么特别的？他比较特别是他是外国人哈。那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许先生哦。那他因为常常有记忆力衰退的现象，那常常会忘东忘西，然后甚至严重到开车掉到水沟里面去哈。那家里人想说，那是不是因为是老人失智啊？可是经过求诊，老人医学科评估上来讲说，他并没有失智，不是单纯的失智症。那经过更进一步的神经科内科的检查，那做了检查就发现是有一颗哦三公分的脑肿瘤。那三公分听起来应该不大了哈，那可是因为他所在的位置比较特别，那所以他当然会寻求寻求医院治疗。那因为他本身是在马拉卡哈，就马六甲，那他也去了。最后他是到了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首都啦齁，在那边做医师评估啦，当然就说他手术风险很高，那开刀可能危险大，那不敢就都不愿意帮他做手术。那那可能说怕陈父我可以请贤雅，你们那边没有分享简报出来耶。贤雅，我们早上有测试哦，就影音有我这边，但是简报有你们那边，我们画面才会好看耶。是，贤雅，你没有进入那个我们有分享平台，还在处理中，处理中。哦，好，那您继续讲故事，对不起。是，现在看到了吗？看到了，100分了，但是要全荧幕。好，看到了。全荧幕。那我们就用全荧幕。是。好，可以了吗？可以，100分。好。好，来，那我们接着跟大家报告哈。那因为许先生呢，就是马来西亚人呐哈，所以他就是在马六甲哈槟城，然后再转到那个吉隆坡哈。那很多医院的医师评估，就因为说手术风险高，就没有做治疗。那结果因为没有治疗关系，他就等啊等啊，本来是三公分呐吼。那后来因为实在越来越严重哦，他就甚至就在浴室里面就跌倒，那也到医院就诊。那在马来西亚当地就评估说啊，他这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而已呢，因为实在是太严重了。那因为刚好他的孙子就在我们慈济的一个学校就读，那慈济师姐就介绍他说，那不然是不是到我们大林慈济院来就诊哦，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了哈。结果他们全家人第一次一直出国就是到我们台湾来，然后呢是来就医哈。那其实他来我们病，他来我诊间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安排，然后他就自己就挂了号，就推了轮椅进来。那我当时相当的讶异，因为他说他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应该会有经过国际医疗中心的安排啊，那结果他是自己来了，而且是坐着轮椅来。那我就赶快说，那这样不行，我请专人帮你安排，因为他们来台湾真的说起来是人生地不熟，
然后说他要怎么治疗啊，怎么弄都不是很清楚，就一下就过来了。哦，那可能他是抱了非常大的期待了哈。那我就赶快请人帮他协助安排好住院啊，哈，安排民宿啊，让他一家人可以有个地方可以安顿下来哈。那最，我们看一下他小孩受访的状况好了，来。好 ，OK， 我从我这里播放哦，我会播。好，来播放。好是。我们是在来自马六甲，我们从马六甲跑去，我们北上去到槟城，然后又跑去吉隆坡看了好几家的医生，然后他们都说一样的东西，都手术风险非常大，甚至如果爸爸开刀过后都会变成植物人，啊，或者是死亡的风险都有，所以我们都很怕去让爸爸动这个手术。到2019年年头的时候，就时常在冲凉房里面就时常跌倒，啊，然后就一直跌，然后我哥哥就觉得好像情况越来越不对劲，然后再加上我们2018年时候听的那些医生给的消息都是不好的，而且还有一个医生直接跟我对着我爸爸面前说，你只有2年的寿命，只是我们一路来都是有接触慈济。所以我们有那份信心，所以就决定直接送来，就直接去台湾，来大林慈济医院，就是我们挂诊就看陈副院长。好，我做好跟对好看。陈副院长给我们。好，我们到下一页了，陈副。好。哦。好。那他原来是说3公分，对不对？可是我们检查起来其实6公分呢、啊。我、哦、那个3公分都不做了，我6公分要做，那实在风险大太多了。但是已经答应了就开了哈、哦。他这个位置非常的特别，这肿瘤是长在整个脑的正中心呢、啊。那他的附近有脑干哦，有一些很重要的大脑的动静脉。事实上开刀确实，如果是哦不顺利的话，真的生命危险，植物人。瘫痪这个风险真的太高了哈，不过我们还是因为实在太走投无路了啦，也就已经找到这里来，我们就是尽量的帮他做一个开刀了哈。那因为后来就开了刀哈，开了刀其实成功了，所以现在他就是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看他这个辉煌的一个访谈。你们的努力在我肺部上很好。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也是非常感恩你们，因为有你们，我今天才站得这么稳。问完了哦，可以继续往下了哦。啊，那其实他看完刀可以自己、哦、回家以后都是可以自己做运动的、哦、那我们下一张好了。直接跳过，哦，所以运动不用看了。哎、欸，好好，你看他这可以做自己做复健的哈，很轻松的做哈。认真的样子。那他也因为恢复了，他就很开心的可以参加他的儿子的一个婚礼了哈。好，所以非常的感恩哈，他从马来西亚马拉卡来到这里。马六甲了哈，那经过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因缘，在我们大林慈院待了一个多月左右，然后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功能，那回到他的故乡哈，然后参加自己儿子的婚礼，非常的感恩。啊，这是脑瘤的个案的介绍哈，其实这样的脑瘤在事实上在整个。个案来讲并不是很常见，特别像这样大的瘤是算罕见的、哦、那当然他如果3公分我们来治疗就相对容易多了，可他是6公分，同时他有脑脊髓液阻塞造成的一个髓脑、哦、整个都跟他的症状都有相关，那他的问题已经经过开刀都有得到解决、哦、那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是一个，刚刚这是老人家，我们讲现在年轻人、哦、很特别的一个疾病、哦，不是老人家才会脑出血，年轻人也会脑出血。那这个疾病就叫做脑动静脉畸形、哦、那16岁的男生、哦、那是一个很简单，
单纯哈、哦、喜欢运动的一个高中学生，那他发生了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疾病哦，出血到他后来恢复到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他在家里就是突然就昏倒，那家人想说我感冒怎么昏倒，那以为是 很小的毛病，没想到他的疾病经由 家人、哦、开车送到急诊，已经发现他两边瞳孔都已经放大了、哦、那这个状况其实非常的危急、哦、在我们来讲、哦、两边瞳孔放大几乎是救都没有用的意思，你开刀可能也没什么效，但是因为年轻，然后他来的时间说起来很短，那我们现在更加要拼命救了哈。那看一下，好，五点多了，然后跟他妈妈说他头痛，然后我们也都以为他感冒，请楼上也听到声音了，在呕吐的声音，我想说也还好吧，就吐一吐吧，就藏病毒什么的，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突然间我听到砰一声，很大一声，我才冲上去，因为他跌倒了，哦，然后我就把他背下来，然后送他习惯了急诊，对，然后在车上的时候，他是喊了一声我头好痛，那时候才有剧烈性的疼痛，然后到急诊，医生就问我说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我转头看一下，哎，我说医生，他好像有点没有意识了，医生看了一下赶快处理，就三四个医生过来处理这个事情，过一下子医生就拿一个那个病危通知给我，我吓了一跳，我不说不是感冒吗，哦，那时候才我们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点多了，然后跟他下一页了。那其实这种疾病哦，在我们神经外科来讲，它就是叫脑动降动静脉畸形哦。那通常都是年轻人哦，脑出血很多都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哦。那像他瞳孔都放大，所以这个如果不赶快进行治疗，大概就是会脑死到死亡了哈、哦。然后，因为开刀这一天是我们同科的吴医师哈、哦、帮他紧急做手术。那其实像这种疾病，你看开刀中哦，人的血液大概4000到6000，他整个开刀过程是个大出血哈、哦，大概输血超过6000cc 以上，那当然就把命救下来。但是救了命能不能活啊？能不能行啊？因为刚开好刀不见得就是这样子，他有可能在出血的问题哦。那我们就后续整个医疗团队介入，整个积极抢救哈、哦，慢慢的，他奇迹似的，他竟然清醒了哈、哦，哎，所以他在加护病房总共住了3个礼拜哈、哦。那可是3个礼拜，我们在做检查，血管摄影，因为这种动静脉型，虽然哦开了刀，他把部分的畸形切除了，可是他其实还有第二个地方有血管的畸形哈、哦。那家属很担心他会不会再来一次破裂哈、哦，那所以我们就赶快再做第二次的手术，哦，总共他就是第一次紧急开颅，因为当时脑很水肿，哦，头盖骨盖不回去，我们就第二次有先给他补盖头盖骨，补完头盖骨，其实他就恢复得很清醒。那第三次就是把还残余的血管动静脉畸形再跟他做切除哈、哦。那这个手术画面不能播吗？可以。啊，来播看看。来。好的，没问题。我已经在播了，您可以边讲。我在看的，可以。好哦，最后就把整个那个血管畸形全部都切除，那这样就可以预防他下次再度出血哈、哦。那我们看他，我们这个是我们20周年庆的时候有过访谈的影片，我们来听一下妈妈的讲。好的，妈妈，我们刚刚听了医生的付出，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哦。那儿子呢？儿子在历经3次手术，有没有一些后遗症？他现在状况如何呢？嗯，他今天有来现场哎。哇！
你是简同学本人没有错吧？开三次脑的那一位没有错吧？对啦哈，好。刚才这个出来真的有让我惊吓了一下哈。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很好。可以打篮球了。哎，有没有什么话跟医生阿伯医生哥哥说？哈，医生哥哥。就很感谢他们救了我。对。就谢谢整个团队。对。祝哥哥父亲节快乐。祝哥哥父亲节快乐。谢谢。Yeah.好，祝福你简同学，也祝福简妈妈还有爸爸一家人，感恩我们的急重症医疗团队，感恩，谢谢。好，妈妈，我陈哥您可以开始讲了。好好好看他现在的样子哈，非常的幸福哈，所以也非常感谢刚刚画面中的吴医师，他在非常紧急的状况下帮婷宇做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手术，那这样的结果他能够恢复到很难想象，因为之前我们都觉得至少也要，如果没有说变植物人，至少要一手一脚瘫痪，结果他完全都没有这样的后遗症，非常的不容易。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个案，这是我们神经外科也很常见的，就是头部脑外伤以后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一位我们的师兄，他已经八十几岁了，他平常就是在我们环保站工作了，人家就称他叫西流的环保站的土地工，他应该就是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在那边工作，那家里人师兄师姐同修还有女儿都是我们的慈济志工，他也常常来医院当志工了。那有一天他就在三楼不小心就摔下楼来，那事实上他就赶快由女儿送医了。那一开始是这样子，电脑断层看起来那个出血并不是特别的严重，那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不用考虑到开刀。那经过几天的观察，病情也都恢复，那就出院了。那没有想到回家以后开始就有头痛的症状，那家人是不是说，那会不会是因为撞到头造成的后遗症？可是那反应不止没有变好，越来越迟钝，甚至整个人都呆滞，有尿失禁、失语症的状况，到最后已经没有办法行走那当然就赶快送到我们这里来了那在检查的结果是发现说，原来虽然出血一次，刚开始出血量并不是特别多，可是第二次。就慢慢的那个出血有增加，同时有造成脑水肿状况，那我就赶快帮他做手术哈。那这个血块增加的状况哈，那整个脑非常的肿了哈。那我们看他做复健的，这个是影像，看一下影片好了哈。好的。第二次住院那边哈 ，sorry。好，访谈。三楼的就去摔落二楼落去，望看卖，我飞伫二楼落来啊，蛮拢，你看那迄种头脑拢无，可能讲话嘛拢未好势啊，安尼讲话安尼啊，夹硬拢安尼未顺时安尼。那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尿失禁了，他自己没有办法掌控。那也不说话了，这个人呆滞，你甲叫伊嘛无回应啊。我的名就对伊甲我叫起来，听讲半老落去哦，有诶大家拢有一半伫遐失败啊，讲无讲解完全安尼，啊人伊安尼甲我抱落去安尼，拢足赞诶。等伊了后，伊都拢逐下甲我再来环保场。我都安尼去看迄项，伊看到我都做迄项安尼，愈做愈欢喜啊。爸爸住院的过程当中呢，医师跟护士真的很尽心尽力的照顾。那虽然陈金诚医师话不多，可是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他给我好多的力量。三楼的。好。
妈呀，够够鬼的喝。好，那非常感恩哦。那个师兄他其实开完刀一个月哦，本来以为就差不多，大概至少要别人照顾，完全没有办法做事。没想到开完刀以后，他不到一个月哦，又在环保站出现了哈、哦。所以我们做医师很有价值哈、哦，那不只救了他的命，还让他可以哦做分类。而且他也在熏法香，每天都非常的充实，所以除了保住他的生命，还永续了他的慧命啊、哦。好，那接着刚刚影像里面那个美云师姐有介绍了一个三叉神经痛的，那那个是肿瘤的，那我们讲一个没有长瘤的，那这个也是哦很特别的哈、哦，有三叉神经痛的个案哈、哦，来。啊、病人是71岁了哈，他5年来哈，脸常常会出现阵发性疼痛，特别是刷牙洗脸一碰水，那疼痛时间越来越密紧凑哈，每隔几分钟就痛，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痛，那药物治疗什么都没什么效果哈，那痛到非常的严重啊，本来他想说那会不会是牙齿有问题，可是牙齿也都没什么问题的哈，所以其实就是。典型的三叉神经痛的一个样子哈，那他痛到什么地步？哦，痛，然后哭，还要痛到昏倒，让他心里非常的恐慌哈。那他的治疗方法，他自己的治疗方法了，甲油鸡田、求神问卜、芳香疗法、民俗疗法、神经阻断、受精改运，其实都没效哦，不好。无效，所以其实他刚好又遇到实习师姐介绍，所以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啊，很多疾病都是跟实习师姐啦、实习师兄啊，哦，就是帮忙介绍，然后来到医院来看诊哈、哦。那检查当然就发现是有一条血管哦，我、哦、这一般的三叉神经痛，它就是因为血管跟神经相接触造成的一个不舒服了哈、哦，疼痛。开刀前他其实非常的痛，连口罩都没办法戴，那就在床上一直哀吼。那我们看一下开刀画面。好的。你敢无食物件？唔敢，佮刚刚教了过啊。哦，啊，拢食流质的就对啊。啊，刚刚开始个。刚开始无食。嗯。啊，嘴敢无都好合袂起来呗？我感觉听啊。拢都听安尼啊。好，这个手术画面要看吗？哦，好了。访谈回诊哦，是。吼、哦，你甲伊敢若面紧斗着，伊就喘一下。啊，有当时也着是你甲伊说，常常伊着疼一下。迄阵是爱摸着海的，尾仔即两三工，着是几秒钟着疼一届。我若疼开，遐囡仔着是我来染，我个拢嘛混染染的，无我较有法度啊。要来以前，含卸妆拢无，拢毋敢去卸妆，毋敢洗面，毋敢洗嘴，真的。不知道三叉神经会痛这样。很希望能够帮妈妈解决这种问题啊，因为很心疼，真的痛起来是，光看到那个真的是眼泪就会滴下来，真的没办法承受自己的家人是这种的状况。早安。啊，你有较好啊无？有。脚手较袂疼无？冻着较会疼。冻着，安尼咪甲冻着啊。哦，啊你即摆食物件拢正常啊？正常，正常。安尼好啊。谢谢你哦，好啦好，加温啦，祝福你哦，嘿，好。啊，师姐啊，好，你有较好啊无？有啊，哦，会笑啊。哈哈哈！没，我孙啊，我孙啊，拢看恁大爱姐姐无吼？他都去看陈医师，然后他就说他要来跟陈医师说谢谢，因为他谢谢阿嬷不会痛了。不是哈？对，谢谢你，陈医师，谢谢你，对。太开心了。对，谢谢。好。开刀前，人嘴拢唔敢闭开哦，啊，开到遐变足够话吼，伊甲进前唔敢讲个话吼，拢
好了袂疼了，伊就直直讲啊吼。哎，确实哦，看到病人的整个那个笑容的恢复哦，大概是医生最大的一个啊喜悦了哈。哎，他因为这样的手术，你看那个整个刚现在的表情跟刚刚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三叉行动是人家称为的天下第一痛哈，那是把它治疗好又他完全就好了哦，可以根治的一个疾病，他完全都没有不舒服，所以说眉开眼笑哈。那真的，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疼痛可以让人连吞口水、吃东西、讲话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但是把它医好，它可以这样子侃侃而谈哦，非常的开心哦。Yeah. 那我们剩下五分钟要再讲吗？那个美云师姐，什么？可以？我们剩下五分钟而已嘛。是，哎，是，对，还有五分。继续再讲吗？可以啊。可以哈，那我们就快速讲过这个个案，这个个案就是我们的60天的那个个案了哈，昏迷60天，来，这个文成师兄哈，他其实现在还在我诊间看呢哈，他已经20多年了，从起验到现在，那事实上他受伤的时候就是20年前的事情了，那受伤本来以为会变植物人。但是经过我们的悉心治疗、志工的照顾以后，他恢复了很正常的一个生活，也可以付出助人哈，成为我们的志工哈。哎，那刘师兄当时啊，刘先生哈，当时才29岁，他本身是一个电机工程师然后技术，那因为车祸造成脑出血，那事实上在别的医院讲说活着也是植物人了哈。那但是他给我看的时候，我说，哎，他好像还有一些事可以做了哦。当我们当医生，就是说，当可以做，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力去帮助病人哈。那因为他还有一些事了哈，他头盖骨好像还没盖回去，照我们过去的经验，把头盖骨盖回去，脑的功能会改善。第二个，他有一点水脑症，所以他只要装了引流管，改善的机会还是有哈。那所以，其实当时我也知道说他的小孩。也是才刚出生了哈，那其实我刚好，我儿子也才刚出生，所以想说，那真的是身为一个为人父亲的一个同理心，希望能够帮，小孩子能够挽救回他的父亲这样哈。那我们看一下他。其实他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他车祸让文成的人生整个反转过来。因为他那时候都没有意识，他即使出加护病房，他也不会动啊。就是他是鼻胃管气切，然后就因为连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就是都讲的袂叮袂当啊呢。就是你说像植物人也还不到那个地步，可是你说他不是植物人，因为。就躺着，就是完全都不动啊！在求助无门下，转诊到大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陈金成医师再次为文成师兄手术，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文成师兄的语言与理解力仿佛回到孩童时期。太太一边要照顾他以及不到一岁的儿子，一边又要忙着赚钱养家。幸好在经过三年多的复健治疗，文成师兄的身体机能慢慢的恢复。好的，所以他虽然受了伤，啊，视神经也受了萎缩哈，那家里其实家人太太也都很担心哈，那其实我是鼓励他们，其实这个可能要放宽心哈，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最后做了有意义的事，就是成为志工哈，那因为他本身有这个电机哈机械方面的知识。所以他在环保站工作，啊，可以让他一面复健，一面恢复他的一个信心。我们看一下。好的。一开始让文成师兄到环保站做志工，只是想打发时间，没想到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一样，就是有师兄师姐可以有对谈的机会啊，他平常没有接触什么人群，可能也有影响啊。然后因为师兄师姐嘛，我跟他共轨，他们都会讲说他讲话现在进步很多。
言表达不好，我说无所谓，尽量在这讲话，所有师兄师姐会培养你讲，他现在讲话进步很多，刚开始的时候他啊都不敢讲。过去因为车祸变得畏缩内向的文成师兄，在环保志工中找到自信，不仅越做越欢喜，语言与人际互动也越来越好。好，一开也麻烦陈父、陈哥，您的时间在一两分钟结束，感恩，谢谢。好，来，那就因为整个就在环保站工作，所以他同时复健，所以他恢复了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哈。那现在他也在医院里面担任医疗志工。那前一次当然是因为疫情关系没办法来了，那他还是会到门诊来给我看。虽然他的讲话比较慢，表达能力也没有到那么好，可是事实上他很多事他都会抢着做。他都会跟我讲说，来这济公真欢喜，而且来做志工很欢喜。那他能够把握因缘，那事实上就是能够把他自己最好的功能发挥出来，然后虽然自己身体都有不方便，可是他还是能够勇于去付出。那经过这样的整个以上几个个案，那事实上我个人呢，治疗病人也都二十几年了，每次看到病人能够复原，事实上同时看到家属跟病人的笑容，事实上是个应该是给医师最大的一个回馈。那以上分享，感恩大家。我们热烈掌声。我从现在开始要叫你陈哥。好，就是陈哥，基本上啊，你虽然没有到主场，因为证严法师呢在大林慈院，所以你今天呢就从那边云端来连线，但是我们主场还是呢很多人在这边都非常的想念你。同时间呢、每一次你讲到一个个案的时候，说真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心是揪着，可是等到他呢就复原的时候，我们一样跟你一样开心哦。所以真的非常感恩大医王，你这样的一个坚持，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我们的慈院的一个体系，尤其呢大林慈院初开始筚路蓝缕的时候，你一人一颗坚持了四年，到现在呢是有一个团队，让很多呢海内外的家人直接呢真的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您这位陈哥大医王，真的非常的感动。那在这个当下，刚才他讲的，我拿着现在我手上哦，请导播 cue 我哦，昏迷六十天，从遗忘到重生的奇迹，这一本书也就是上一次我们的陈副院长来这边为大家签名书的，那讲的就是刚才您看到的文成的个案。那其实真的非常的感恩，透过文字也好，透过影像也好，这都是一个记录。刚才你有没有听到，一度他就是这样子的人，讲到他的儿子，想到自己的儿子，想到文成的儿子，其实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可是他还是马上就怎么样，心不舍而哽咽。所以呢，陈哥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哈，好，但是呢，却是在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能量。我们日本的试验分师，施院芬，他就是感恩大医王陈副院长，本来难以挽救的生命，却经过大医王的妙手回春之术，奇迹地让垂危的生命得救了。慈济人只要是秉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信念，几乎都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被拯救的生命也是很有福报的人，令人感动落泪。我们高雄的卢静慧师姐，他讲说，陈父的人心仁医仁术真是令人超感动超震撼，是生命再造抢救生命病患的大医王大贵人。个案的分享让人感受到陈哥医病如亲，在医疗上的用心赋予了患者美好的人生，好感动。吴明运，请问你是哪里的家人？你说最酷的医师就是我们陈哥吗？为什么他酷？他根本很少在笑，对不对？可是他是甜蜜在心里。刚才你有没有出现一个无效无效？会记得他有一个做勾仔，唔敢讲啥，有效。下面有公公，有效。
所以还记得那个片子吗？所以真的非常感恩哈。那内蒙的李恩丽师姐也有类似这个脑部的病痛多年，今天看到这个分享，就看到了希望。恩丽，祝福你，恩丽，内蒙的恩丽哈。恩丽说好感动，听到院长的分享，自己的病痛好像有救了，有，一定有救。恩丽，感恩您。好，国燕，请问你是哪里的家人？你说为慈济医生救死扶伤的技术与精神点赞，是大陆的家人哈。那清水的秀女士觉得脑部手术是真的极为艰难而困险，但经过大医网的妙手回春，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权威医术，真的是高明，很赞叹陈哥哈。那在这边呢，我们的加拿大的管心凌以及呢我们加拿大的杨美娜师姐，她说人一人数从三公分无法开刀到长到六公分，陈父冒着手术失败的风险，就为了挽救生命，精湛医术令人赞叹。所以我们的鱼友说，看到孩子恢复健康正常生活令人感佩，大医王的人心人数，赞叹大医王哈。所以我一并掌声再次感恩，并且跟我们的陈哥，我们一起说陈哥后会有期，我们一起举起手，哎，主场的家人请导播 take 主场号，陈哥后会有期，我们都爱陈哥，原来可以这样叫你，陈哥你要保持微笑哦，保持微笑，陈哥好，好，感恩主席让我们知道要叫陈哥，感恩感恩，谢谢。